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透过 Eleven Sports 体育网为大家送上来的现场转播，一起来欣赏2017年亚洲羽球锦标赛在混双的冠军决赛结束之后，马上登场的就是女双的一个赛事。而在比赛的转播工作部分呢，继续是要由我陈雄伟以及球评呢廖志贤廖教练呢两人一起来为大家做服务。教练你好。雄伟好，大家好。好，来，刚刚混双的赛事已经看到一场非常精彩的一个对战啊。那第二场比赛女双的决赛会是五五坡吗？还是世界排名第一日本，也就是现在这个现在介绍的是韩国啦，就是红色球衣的这一组日本的世界排名第一的搭档松谷美佐纪跟高桥李花可以轻松打呢？因为他的对手来自南韩的组合金惠玲还有刘海元呢，目前这个世界排名其实并不突出啊，才没错，才是44，但这个44已经是他们大幅要进的，他们先前100多一直爬冲到现在44，然后在这一站呢又打到了冠军决赛，是，所以以赢面的程度来看跟世界排名来看，当然是现在画面上的这对日本组合好像机会会不会是比较大？当然了，当然，尤其在松友美佐纪哈跟高桥李花，其实他们的这个默契，还有就是整个攻守轮转的之气哈，确实是应该来说他们算是比较好。没有错。对。好，现在呢在进行这个简单的一个热身呐、啊，当然我们也还是要再次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啊，今天呢你台湾体坛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啊。绝对是要帮我们台湾出产的世界球后，也是使台湾第一位登上世界第一的球女球后戴资颖来加油打气啊！是这个在预计依照进行的节奏啊，可能要到5:30，搞不好都要，因为下一场比赛男单的赛事决赛是林丹对陈龙，这个感觉上不会那么容易过关，不会那么紧哦，时间不会短，那个搞不好是好像要头破血流的这种情况啊，所以搞不好会要等到5:30左右甚至6:00这个戴资颖的决赛才会登场啊。但是一定要帮小戴加油，为什么？因为如果戴资颖赢了的话，这会是台湾有史以来第一座的亚锦赛的金牌冠军呐、啊。对，没错、所以这个会都是现在其实戴资颖打到决赛就已经破他自己过去在亚锦赛的记录了，那我们就希望他可以把这个记录冲到最高峰啊，因为这绝对是非常荣耀的一刻跟一件事情，所以一定要集合全体国人的这个民心士气来帮我们的球后戴资颖加油。那当然回到网球的羽球的这个女双的一个赛场上啊，当然这个包括我们昨天在转播的时候也有提过啊，像对地主的这些球迷来说，他们可能也会纳闷的就是到底中国的女子羽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你看在今天这唯一他们女双打进最好的成绩就是4强，是，然后输掉，现在变成又要一冠未得，而且这个一冠未得已经维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已经不只是女双还有女单一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女生男生还是很猛，是，男生你看到林丹现在又好像吃了回魂丹一样又回来了，又变得是超级丹了然后再加上原本有成龙，然后双打呢是有这个张楠啊等等的这些好手，顾海峰还是制霸的一个情况，但是女生就消失了，是这个现象，我想可能也当然相对也就给了其他国家的选手，包括现在韩国的这对组合很多的机会、啊、没错，这个是非常的这个、中国大陆哈，他们这个国家羽球队来说哈，他们现在所必须要去最主要要去面临几课、其实就是女单跟女双啊，就是女生的部分了啦啊，但是事实上哈，就是日本女双的结局哈，才是真正的影响到他们真正的发言的时候。就是画面上这对组合，就是双打的组合，以双打的部分来说啊哈。他们就是，他们
的这个整个攻守哦，确实在整个非常的清楚。嗯，他攻的时候，他这个整个连贯性非常强。但是在防守的时候哦，他们大致上以前中国大陆就是近身的平追打很快，但是他现在就问题就是在松友没走进，他就不跟你打近身的平推打，他就是你攻我就跳后场。啊，你攻我左边，我挑你右边；所以是会攻我右边，我挑你左边，就是得你要让你两边移动。所以是会看情况来做出变化的这个意思啊。而且哈、哦，他们在整个防守的派数就变多，那变多的时候，中国大陆就比较容易出问题。但是因为他们打的这个拍多拍的这个、哦、习惯呢，他们来的比较多，所以他们相对的他们会相对比较稳定。一开赛呢，两边呢就是形成一个小拉锯的一个情况。是。哇，这个就是一个变化。嗯。啊，就是通过了松友美佐纪在后场攻击，但是啊，这个高桥礼花一个大对角。但是又是滑拍变线对角的处理，啊，这一个点就是非常的难，而且就是我们说的，你攻击的时候不能一直不变，嗯，啊，就是要有一点角度上的变化。是，这个球可能就多拍了，哦，好球。再往前找到一个空档啊，松友美佐纪呢是顺势一推，推到了这个完全无人的这个位置啊。是。这个刚刚一开赛的时候，球评也简短的分析啊，真的日本现在女双啊，就靠着画面上这一对松友美佐纪还有高桥礼华的搭档打天下，因为真的他们默契现在搞不好是天下最熟悉的两人，因为他们从高中就一直合作到现在。但是事实上日本队在这个女子的双打，他们不只说这一组，还有像他们这个舞蹈游记光田彩花，他们事实上有大概现在最少有30组排名在20名之内，对，所以他们也有他们这个整体团队的实力。嗯，哇，好球！哇，在前场的一个重杀，也只能够硬挡，挡不了。如果要对日本的这对搭档要拿到冠军的话，等于是要接连面对韩国组合的一个挑战啊，四强的时候是顺利的过关，当时是打败了我大会的第3号种子张一娜还有李少熙，是现在在面对，也是感觉以排名上来说，这个是倒吃甘蔗，因为对手的实力好像是反而进到决赛是比较弱一点，因为我是完全用世界排名来看。当然，其实还有就是，即使我们对这一组哈，其实尤其在包括金惠玲来说哈，其实我们非常陌生。嗯，没错。但是事实上，我们昨天看到的他的这个比赛来说哈，他的这个后场的攻击哈，其实他的球还算蛮凶的。因为在韩国这队，我们讲说年纪比较大的刘海元呢，他是长期先前是长期是跟高我罗做一个合作哈。好球。这个球花的太高了，让这个这个球花的真的是问题太大了。好，这个完全就没得手了。是，嗯，就还是保护自己安全最重要。是，花球的是刘海岩。嗯。是压迫到高桥礼花的近身，打他的外侧，所以回拍的角度就比较容易出现问题了。
啊，这个球就压迫到了，被挤到了。球太短哦，不过第一局的比赛两边是形成拉锯哦。哦，可惜后场的强杀呢没有过网啊，是掉了一分，是失误啦，是他是有要想要这个变角度或怎么想太多，就反而没打到球吗？是，这个是两个人哦，默契上有一点问题了，没讲好就是、啊。其实两个人都要打 啊，结果两个人都受拍了。哎哎、好球。这个分球分得漂亮，啊，进来，哇，韩国呢在这边又拿到了一分，不过这一次的拉拍、啊、又拉了好几十拍啊，是这个球是他顺势推的位置而已，他不是故意要推那个位置、嗯、啊，只是他被这个身体、哦、被压迫了以后、哦、他只能够顺着这个球的来势把这个球推回去、嗯、但是刚好就是推到他们的空档，是发球的是金惠玲，对金惠玲的身高啊也是蛮高大的，是这个原本这个刘海元就已经有166公分了，所以这个金惠玲还比他再高一点，所以场上反而是孙永梅佐基这个160公分是显得比较稍微娇小一点，但整体来说这两队体型是还蛮接近的，对，其实在这个金惠玲跟刘海元他们最好的这个分别哈，是金惠玲是穿着红色的鞋子，嗯、那刘海岩是有穿黑色的压力裤，嗯嗯，啊，所以这个发球现在就是刘海岩，是，其实以金惠玲今天来说哈，他还表现得非常的好啊，而且不管在这个近身，还有就是在往前的自身球来说，都还算相当不错。是，刚刚在这个松友美佐纪这一拍的这个对角的变线攻击啊，其实角度打出非常好，所以把这个刘海岩跟金惠玲他们的身体给完全带开。嗯，所以刚刚是啊，是发进界内，而且没事啊，所以韩国是没有要接，结果反而还掉分啊，所以现在是11分拿到了。那我们要先请大家呢稍后片刻、啊。这个现场啊，刚刚日本队拿到第11分啊，这感觉有一点是韩国队太大意的这种情况，以为会出界，结果最后没事，球是掉进界内的。所以是直接发球取分啊，是11-8。
又是精彩的一个对拍。是，就大家就是互相的调来调去啊，一拉就拉了27拍。是啊，这个球应该来说哈，可能是出界的。嗯，好，没有挑战。三分哦，所以马上这个领先的优势又通通不见了。是哦，这个是 lucky ball 啊，触网之后还掉下来。强力重杀，但是没有杀过去。是，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哈，就是我们对金慧玲她的这个熟悉度，我们已经也没有看过她这个比赛，但是事实上她的攻击的速度是很快，而且在跟上的这个往前平推挡的这个跟上，她确实做得非常的好。但是在金慧玲后场的攻击，她虽然速度力道很快，但是失误来得多，所以这个表示哈，她的这个击球的点并不会太远，并没有太高啊，所以而且瞬间的这个手背用的力量，还有这个手腕角度扣得太快。对，是好不容易追平的分数啊，又花回去了，是又回到三分的差距。还是出界，是追了一分。所以刚刚这一下，松有佐美佐纪呢是认为不会出界，所以还是出拍了吗？是。再往前呢挑了比较高的情况，是轻松的重杀，是也是先这个高桥理化这一拍的近身列车攻击，让这个松友美佐纪再往前找到第二拍补拍的机会。啊，发球出现了失误送分。是，这个现在的松友哈，其实发球也常常出现问题，啊，有时候会发得太高，但是有时候会发不过网。哇，好球！还是走中间路线的攻击位置，所以两个人都可以出拍，但是两人都没出拍。球，
一个缓拍的接花球提拉改变了这个小角度的这个变化、哦、这个球接球的动作做得非常的好，其实技术来说还是非常到位。在经过了这个应该有超过25拍以上的对拍啊，是，既然最后是一个出界，哇，38，我都太保守了，因为没办法一个一拍一拍这样算，最后是出界掉分，所以高桥李华是非常的懊恼啊，是，我刚刚真的对拍对得非常的激烈啊，所以像这个38拍来说哈，现在我们感觉好像拍出就很多了哈、嗯。但是松友美佐纪跟高桥李花曾经对大陆的洛影跟洛伊哈、嗯，有一个球打的是146拍。那这样子手不会麻吗？没有讲到都麻。讲了，不会、啊，你们就看着等到他打完再讲，就过了5分钟嘛。球，好，所以还再拿到了这一分，17-15，哇！不过我们有说，以世界排名来看的话，日本的高桥李华跟松友美佐纪应该是占有明确的优势的。不过第一局所呈现的内容啊，好像在打对手是世界第二的样子啊，是，并没有说有太明显的落差、啊。其实今天松友美佐纪跟高桥李花来说哈，他们的表现也不差。对，其实配合得很好啊。是，而且整个这个默契，还有就是攻击的角度都还不错。像这个时候哈，其实他们最常打的就是走中路，所以两个人都出现问题了。所以这个哈就是他们的这个攻击，还有就是在整个比赛经验的展现。嗯哼。那相对的，在这个刘海岩跟金惠玲，他们的攻击其实速度来得比较快，揪着比较重，但是相对的哈、哦，就是他们的角度没有这个高桥李花来得多。好啊，结果这个反拍呢，有点。力道有没有掌握好、啊、球没有过网。18-16，好，再掉一分，18-17，是。这段时间，松永美佐纪不管是后场的杀，还是前场的挑球都没有成功啊。是，而且相对的哈、哦，其实在这个刘海岩跟金惠玲啊，他们这个后面两边的这个拉球速度拉得蛮快的。哇，就到了。是漂亮。不过界内啊，有没有要挑战呢？似乎没有要挑战，是，那这样就19-17哦。这个就是防守，他们在防守的哈、哦、这个坚强，相对的球其实这个球其实一般来说哈、哦、角度应该是出界的，可能就是有侧风把这个球吹进来。又一次出现失误，这一次是高桥李华，19-18，第一局两边呢就是拉锯到底啊。
次的重杀都没成功。是。不死，最后自己死啊！20分到了局末点，所以你可以看到韩国足球有多泄气呀、啊。是，这一拍应该又超过30以上，42拍了。是，嗯，42拍。其实相对的，就是在这个金惠玲的后场啊，他全部都是用最重、最大的力量在打。嗯。所以这个球啊，其实他这样子打的话，其实效果不会太好。他要打变速。嗯。而且要打出一些高角度的这些球，才会成。所以他是觉得对他自己的这种全力重杀蛮有信心的。他一定对他自己的重杀很有信心，只是没想到对方都接得住啊。是，所以这个速度要变啊，就是偶尔重杀，但是偶尔打变速。像高桥里化跟松友来说，他们的变速就来的比较多。硬要挑战。所以他必须要挑战了啦，当然要挑战，但是感觉上好像是在界内没有错啊，但这不知道，待会电脑会还原真相，因为这关系到是不是日本队直接结束了这一局。是，其实双方都要挑战。嗯。好。啊，真的是硬啊。是。所以还要再打，局末点再一分。20-19，第一局还没有结束。哇，这第一局的后面这两次的交拍啊，都是30拍以上的这种大拉拍、大对拍啊，要拿一分都变得蛮困难的。刘海原来发，好接球，虚空。还是用重杀，又是失败。是，所以金惠玲真的可能要像球评说的，要改一下杀球的方式啊。是，所以第一局21-19，在惊涛骇浪之中呢，还是由日本队的组合呢拿下了第一局。不过这个过程呢是非常的惊险。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看两队第二局的交手。好，赶快呢回到 Eleven Sports 为大家送上来的亚洲羽球锦标赛的转播。在第一局呢，对日本的这对组合来说是有惊无险，顺利的抢下第一局。那过往呢，当然这两对搭档刚刚在比赛之前我们就有提过，是从高中啊，两人是学姐学妹啊，就一路合作到进入职业到现在。最辉煌的，那他们其实赢冠军的次数并不多啊，因为在之前的确还是中国女双称霸世界的时候，其实他们赢的这个大赛的这种冠军并不多，但是最辉煌的那一次就是去年里约奥运的这一面女双金牌，这就够他们回家吃一辈子了啦，因为这都写下日本的记录啊。当然。那当然，今天对这对组合来说，这面金牌也是非常重要，因为这关系到日本能不能够在亚锦赛里面拿到金牌啊。因为这个要是没有拿到，我们就要告诉大家，他们就不会拿到金牌，因为戴资颖会赢的，是，所以只能靠这个双打女双啦。是，嗯，这个当然哦，其实他们是算是以不管技术，还有就是整个层面来说哈，松友跟高桥里花都占尽了比较大的优势。嗯，没错。啊，刘海岩花球也是造成自己的挂网。正面攻击啊，这个拍就完全来不及反应了。是，因为过往的这个距离很短，所以就是在中间场，而且他的这个金惠玲的攻击的速度是很快的。
最后是自己失误。我刚刚韩国队这个组合啊，去接球的时候接得非常防守的非常的出色啊。是，其实已经压迫到刘海岩的近身外侧了，嗯，其实压得很好，但是刚刚松油那个手，那个这个手臂还有手腕的摆动太快太大，所以又是一次42拍的拉锯啊。是，但是可以肯定42拍不会最多。嗯，好，所以今天还会再更多吗？还会再。哎呦，哦，好球，好，抓到了空档了。现在刘海毅还有金惠玲这个组合呢，取得了4-1的领先。这一次这一拍走中路。30拍以上的对拍啊，是。39拍，是。所以到了第二局啊，真的双方拉锯的情况会更加严重。都是在分球分的位置，而且相对的哈，双方面在分球的时候，现在分的稳定度都很好。这一分拿下来的时候，日本队再把差距缩小。出界哦，啊，5-3，是。要挑战啊，是，是直接回球的失误啊。不过韩国队想要尝试看看电脑判决。哦，是，是不是出界？但是要看电脑了，因为这个光看镜头可不一定准确啊。这个差一分可能都差很多。来了，嗯，哦，姐妹打在线上是硬，是，那这样子韩国队拿到分数啊，这个挑战是成功的。所以这样一来还可以保住领先的优势，不过当然差距并不大啦。
这一球压迫到了高桥李华，拍子没有跟上球过来的速度，直接回击出界。现在在日本，高桥李华跟松永美佐纪哦，其实他们有的时候也让这个金惠玲的攻守攻击的时候，让他攻得太顺。即使虽然他的攻击的这个变数没有，但是让他打顺了哦，其实威力也会慢慢来，啊，会慢慢的在增加。往前，这一次又是高桥李华的一个失误。是。现在他们在这种挥手报信的丢分哦，在第二局就来的比较多了。出界哦，哇，那现在差距慢慢被拉开了吗？3-9啊，这应该是这个韩国队的组合啊，在今天领先日本搭档差距最多的一次啊，拉到6分的差距了。这个松友跟高桥哈，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打球的位置是顺风位，所以后场比较容易出界。住了，再杀，哇，还是不死。是。哎，后场出界了。出界啊！但是这一个拉拍跟救球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啊。两边原本就以为要拿到分数，还是把球给救了回来。是，又是37拍的对拍。其实这37拍的这个对拍哈，其实拍拍都非常的精彩。对，在中个攻守轮转上的这个转换哈，尤其虽然看日本队哈，其实在整个都是掌握攻击，但是他们一些轮转都注意到了。但是韩国队确实展现了非常好的防守。可惜的，所以连续的掉分啊，在刘海元这边也好像比较无奈一点的反应。是，其实刚刚在金惠玲那个对角那一球，其实也影响到把这个对手的步伐给带开。好，朱介，朱介拿到第10分了，现在还是保持着领先。所以第二局的比赛呢，日本队这位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女双搭档呢，似乎是遇到了一些状况。哦，好球！哇，在拿到了这一分之后呢，拿到第11分呐、啊，没想到第二局啊，世界排名44的刘海元和金惠玲。现在是比较顺手的一个情况，暂时取得领先。那我们也再请球迷朋友呢先休息一下下，待会再来回来看看第二局最后谁能够拿下来。好，欢迎呢再回到亚洲羽球锦标赛女双的冠军决战啊，在第二局呢战况又出现了蛮明显的一个变化、啊、第一局先抢下来的日本头号种子反而现在遇到了问题啊，落后的一定的一个分数，现在必须要看看能不能够想办法先把失分给追回来，因为有6分的差距啊。哦，这一次前场的重杀终于收到效果了，刘海元是没有办法防守。是。11-6，继续日本队来发球，高桥李华的发球，
这球是打进了，所以11-7。其实这个球哈，在整个走中路的位置被宋友给抓住了，嗯哼，啊，所以他有提前预测到底会攻的这个位置是在哪个地方，所以他有想直接会直线，而且因为会直线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比较安全来看。哦，不过韩国队在今天至少在接对方的发球的时候，常常收到不错的效果啊。是。这点可能日本的组合也要想办法修正下来，现在还是落后的。哇，这在正面呢，只好打在往身上打，这也没辙，向他举手致意一下。对。不过其实这个喜爱打羽球的球友们呢，在比赛的时候其实也要小心这种，有时候你打太猛了，虽然不要看羽毛球轻飘飘的，但那个头打在脸上是会受伤的啊。啊，当然了，其实如果说以层面来讲，就是在竞技的这个我们所谓的看的这个比赛就是竞技，就是输赢，就是职业，那就是该有请啊，就是要 打伤了也没办法。是我刚刚讲的就是球友们啊，你但是在球友们啊，其实这种球就不要太重，因为你而且不要太重超人，因为你受伤也没有人陪你啊，而且也没有钱啊。啊，现在在高桥这一边哦，也丢得太离谱了一点。嗯，这怎么会？这个两球还是这个跟场地真的好像站在上镜头上方的那个球场，似乎是不是气流的关系啊？哈，所以好像站在上面都会特别难打。对，没错。但是就是一个好的球员哈，他要能够去掌控球场的这个风向，而且要把这个风向啊纳入你今天比赛的战术应酬方面，这个才是最主要。像我们昨天所看到的，在林丹跟李宗伟，你会看林丹他的打他就不会出界，他在顺风也不出界，在逆风他也不出界，所以他就适应得很好，对啊，就是掌控制得非常好。所以我相信昨天的这个林丹跟李宗伟的生涯第39次的一个交战啊，不过可能比较出意料之外，就是卫冕者李宗伟是直落就输掉了，是，所以这比较可惜一点，因为他们生涯39次的交手，林丹是赢了27次啊，所以感觉好像，所以李宗伟这样好像遇到天敌一样。是。14-10，现在日本的高桥和松友美佐纪的组合还在努力的追分中。哇，好球！这个分球随球上网，哇！哦，但是高桥女王回得更漂亮啊！是。是。是。啊，这个球其实它是在整个回球就是顺手的这个推网以后，它随球上网。但是他垂球上网的时候，其实位置打得好，算是有一点稍微比较大一点，所以他的原来站的位置是空位。不过现在在攻中路的情况下呢，又打了一个近身球，没有办法回击啊。15-11，韩国的组合呢在第二局始终是保有领先。所以在第二局的情况，这个日本的世界第一组合常常都会遇到这种比较被动的这种情形呢。是，而且在前场往前就让韩国有非常好的直接扣杀的机会。现在差距又被拉开了一些。
进了，所以连续拿分的情况下17-11了。现在好像日本队有一点乱了节奏啊，难道要进入到三局的大战了吗？是哈，你直接说是了。应该来说因为如果说今天刘海岩跟这个金惠玲这样的表现的话，即使要打三局，其实来说他们还是有很大的机会，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今天在松友其实跟这个高桥他们在分球的意思分得并不是很清楚，所以让这个刘海岩跟金惠玲他们有太好太多攻击的机会，所以反而是日本的搭档要拿分是像这样子，是对方自己的非受迫的失误出现才能拿到分数啊。我们再看一次，不过现在当然韩国还是领先的，是，所以今天的速度他们是没有跟上日本的这个韩国队，哇，是漂亮的对角。出界，哇，还好有闪过，是，哇，这个反应真的是非常的快，是，但可以看到今天韩国队这个组合这种防守的功夫救球的这个功夫，你会很难想象他们的排名值还在世界第44啊，嗯哼，而且还从200多才进来的，对，哇，机会，哇，救回来，重杀失败，哇，枉费了刚刚一个惊险救挡球成功防守的超美技啊，不过最后没有拿到分数啊，啊，现在18-13了，韩国队非常有机会拿下第二局。哇，那如果打到第三局的话，这个戴资颖的登场时间真的就要再往后延了，对，应该5:30起跳，不过这个也是很正常，我相信喜欢打羽球球迷都可以了解，因为你这决赛本来实力就比较相近，状况最好的，是，你很难去期望就是像戴资颖这样都是用20分钟搞定对手的这种情形啊。是，尤其我们说的就是在女双的话，它确实是跟这个比赛的时间会是最长哦，所以其实我们都可以这个从这里看得清楚哈，那现在的这样的这个时间哈，大概已经差不多大概将近在50分钟的比赛，所以如果再打三局的话，肯定会超过大概在1小时20分钟。啊，又是打在身体上，这真的就没办法了。这如果救得到的话，又是超级 nice play 啊！嗯，压得非常漂亮啊，就是顺势压得非常。但现在最主要的就是韩国队在日本队的防守哈，其实他们没有做到后场拉吊的这样的他们以往很熟悉的打法。他就是刚刚这几个球，他也是想这种在防守的时候，他想拼快，但是拼快的时候就是让对手给抓住。好，不过日本没有放弃啊，一个大对角成功的拿到了分数，是，这个是对角滑拍的对角处理啊，这个球打出了非常漂亮的角度，所以基本上现在这一球是这一场球最胜负最主要最关键的一个，拿到了局末点20分到手，那现在有机会拿下第二局，要看金惠玲的发球。哇，近乡情怯，先掉一分。是。20-16。
还是被救了回来，再救。啊！拿到了第21分，第二局搞定。有一点辛苦，不过韩国队的这个组合呢，始终都是保持领先的情况下没有翻船，所以这一场女双的决赛呢，确定要进入到第三局来一决胜负了。那我们也要再请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赶快呢再回到 Eleven Sports Network 为大家送上来的亚锦赛现场转播啊。来，今天一连五场单项的这个冠军决赛呢，绝对会让所有的球迷朋友呢看得非常的过瘾。特别现在第二场比赛女双的决赛已经又是难分难解，要进入到第三局的决胜局。那原本世界排名44的金惠玲和刘海元这一组搭档呢，是比较不被看好的。不过刚刚第二局是一路领先呐、啊，那在今天他们真的是，或许整个技术上什么。这个还是输日本的这个组合一点，但你可以看到他们这种惊人的防守功力啊，还有这种防守反击的功力，真的看得就非常明显了，收到很好的效果。当然了哈、哦，其实日本队现在松友跟高桥哈、哦，其实他们的战术要再做一个调整哦。啊、哦，其实他们在这个整个后场的拉吊的球可能会来得比较多。嗯，他不要让这个对手哈、哦、有太好直接攻击的机会，因为现在、嗯、今天的不管是在攻击、防守，他们事实上是韩国队在这个整个表现比日本的松友跟高桥梨花要来得。没错，所以才会形成了僵局啊。那决胜的第三局马上就要开始了。那过去呢，刘海元我们说先前是从2012年到2015年，他是长期跟另外一名韩国的选手高我罗搭档啊。但其实他们的成绩也不是说多出色，那一共也就是比较知名的这种大赛的成绩，就是在2013年的越南大奖赛，当时刘海元拿过一座冠军。有没有想到今天跟这个新的搭档组合啊，现在有机会来挑战再一次的这个冠军，而且亚锦赛的冠军，这个哦，是在履历表上面就很重要的一笔啊。哇！啊，朱介是。是，他这个球想要打一个就是变速的球啊，就是后面的这个球啊，就是。让对手出乎意外，说你这个球会是打后场球，但是他忽略了他现在所站的是顺风位。对，啊，所以顺风的话，你的力道可能就要收一些些，这个拿捏都要临场去反应啊，这真的还蛮困难的一件事。不过对这些职业选手来说，这必须是本来就要克服的问题呀。哇，真的很会接。是，哎，反而是想要做一个加压，又压太快太早，而且快很多哎，是好像往自己的地上砸哎。是，其实这个球哈、哦、是高桥这个球他没有压下来。嗯。算是他打的有一点脱拍，但是反而达到更好的效果。分数哦，虽然高桥梨花是想要飞扑啊，但是还是慢了一步。你可以看到两边真的都非常拼呐、啊。
没想到这场比赛两队会打得这么接近啊。确实。哎，又出现了一个失误。变线是啊，又是一个失误。哇，在第三局啊，韩国队的组合这样子的失误出现的比率又太高了，基本上都是这个分数都是相用送的、啊、是这个时候，在这个刘海岩他的这个整个身体已经变向球场的时候，其实哈、哦，在做一个过度的这个对角过度哈、哦，应该来说就不需要赶快要去把这个球压成直射球。其实对他来说，因为你背对着球网，所以很难去做判断。在对拍了，他们要打多久？这一拍怎么打不完啊？还在打，哎呦，还是救到了，但终于被高桥李华说：“我终于搞定你们了。”而且你看，这个打完了倒在地上起不来啊！是，这有没有50%呀、啊？哇，这个今天两个边的这个对拍真的是对上瘾了。其实双方面防守的位置都守得非常到位啊。而且相对的稳定，所以才会出现多拍的情形。而且他们的防守都不就是像球评说都很好，而且这种救球都救得非常的漂亮啊。没有显示到底对了多少拍，但我觉得真的50%以上搞不好有了。这个球应该将近大概在60%左右。哎呦，所以肯定比刚刚42%要来得多。哇，压到位置，哈哈，哦，哎，出界吗？出界啊！哇，又是一个及时的闪身。这个球如果闪得过去，真的是闪得漂亮。哇，这真的是用闪的哎，但是到底是界，的确是出界啊，出界很多。哇，这真是超反应啊！是，他刚刚到底是要闪还是他是接不到啊？第一个哈、哦，接不到，所以只有闪。只有闪啊！但是在这个金惠里来说哈、哦，他是故意要打的。现在差距变成6-1，对日本组合是有利的。防守的位置拉得很开。出界，好，拿到分数6-2。现在已经正式的进入这个比赛，已经打了60分钟。
是对七比二。中友现在发球哈，确实他遇到了比较大的麻烦，所以他这个发小球的这种状况哈，会来的比较少。他的发后场球状况会来的比较多，但是发后场球其实他大致上马上就要接受对手的攻击，所以他的麻烦发球，可能他的连续得分会来的比较少。哈哈，好球。所以在羽球的赛场上真的是千变万化、啊、是，所以前一局好像有一点束手的情况下马上又调整了回来，现在反而第三局一开始变得韩国的这对组合失误比较多。对，其实还是掌握较多的攻击，但是失误来的比第二局原来像这个又是一次，对，9-3。哇，这样子对金惠玲还有刘海元这来说会有点麻烦啊。是，现在问题就是在整个攻击的这个连贯哈，它事实上像在整个金惠玲这个球哈，其实它是不是先做一个平推过渡就好？因为对手回球过来有速度，你要瞬间用手背带动手腕啊压下去，很难去掌控。所以先把这个球再稳下来，再寻找后面攻击的机会。被动了，已经挑起来了，给对方一个空中扣杀。9-4，日本的世界排名第一的组合暂时领先。出界了，所以真的今在第三局这种出界的球好像对韩国队来说现在好像还收不来，哎，这是到底是真的场地的问题啊，哈，他一直没有办法掌握好这个力道，或者是是快速的在第三局呢，是日本队这个高桥李华和松永美佐纪呢先抢到了11分呢，11-4的领先。那我们再请大家呢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转播现场。赶快呢再回到亚锦赛女双的决赛现场，第三局呢这场比赛快要分出胜负了，已经进入到后段了，决胜局，而且第三局日本的组合是振作了起来，占了非常明确的一个优势啊，所以到底能不能够出现变化或者是逆袭呢？现在这几球可能是关键。哎呦，一回来就掉分，是不妙，12-4。是。刚是有碰到拍子吗？还是有碰到人？应该是出拍的，应该有碰到、啊。因为刚刚好像有东西飞起来。是人还是拍啊？太快了，拍子啊，没错、哦，碰到了嘛。那韩国队呢，再拿到一分，12-5。
日本来杀球。哇，挑了一个无人区啊，是真的就没辙了。这个位置挑得非常的妙，它就是只有在你花球线后面大概一步的地方，所以这个球其实在这个刘海岩要后退也难，但是金惠玲要向前去追这个球也难，所以这个球打的是非常有智慧还有经验，真的是到了无人地带，然后现在又把球呢打在死角的一个位置，所以连拿了两分啊。现在看起来对日本的世界第一的组合非常有机会完成连霸哦。是因为去年的亚锦赛就是这一对组合拿下了冠军，是其实就是我们说了，他现在就是日本在韩国的事物为什么会来得比较多，因为他们这一场球的比赛他们用的所耗费的体力来得太多了哈，尤其是在这个金惠玲哈，他的这个攻球他没有变速，所以他都是用重力的这个，所以他相对的他的体力不足会来得比较多。是，哈哈，这个球幸运球。这是 lucky 的情况，触网刚好越了过去，拿到了一分。是，15-6，还是日本的领先，差距现在还蛮大的。这个步伐没跟上了。来，这一闪呢，但是打在的是界内。是。16-6。是，所以像现在最主要的就是在这个金惠玲哈，他这个有时候后场的球哈，他的步伐没有跟上。所以以球老师的这个观点是认为第三局的确好像在韩国这边体力上是有点跟不上哈。16-7。前拿到了分数，这个高桥梨花想要弯身下去去捞这个球啊，慢了一点。是，但是他没有想到说这个球会被这个金惠玲在这个半场给拦住。这两个人都想要去打，好，连追了两分回来。你可以真的看到两个人似乎现在就有一点比较疲倦啊，这体力真的消耗太大了。哇，漂亮，杀得准，我连追三分回来啊，16-9。这个球确实打出非常漂亮的角度，因为他们现在就是有在金惠玲上现在大部分打近身是内侧，但是他这一次打的是外侧，所以而且角度打得非常好的效果。好，不过像这一球就没有掌握好啊，金惠玲自己非常的懊恼啊，回的力道太轻了。是，17。出界喽！
18。那现在看起来，松友美佐纪跟高桥李华这一对学姐学妹的合作，有机会完成连霸。这一次也击球太大力了，也出界，18-10。换了一颗球，不过因为8分啊，现在还是一个蛮安全的一个距离啊，是，所以感觉得到日本的这些组合现在是比较老神在在。接了4-5球。哦，刚刚那个变化，往前的这个球哈，变化的非常好，可惜呢，还是朝着这个金惠玲做攻击。这真的好像没力了，对不对？是有点体力下滑了。体力确实是下滑了，而且现在最主要就是金惠玲在这个防守哈，他的失误太多了，所以当你这个失误一直在出现的时候，对手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所以就会朝着你的打，而且你的这个攻守的节奏哈，就会出现更大的麻烦。所以之后金惠玲可能还要再加强个人的体能啊。哇，又被带到位置了，又是界内。20了，那赛末点出来了，而且有整整10分的机会，10个赛末点啊！是，所以就是以这种现况，虽然说球比赛没有打完，你不知道，但我们就是说以理论上来讲啦，这个感觉上，日本队要拿下冠军应该是没有问题了。是，因为这个没有逆转的潜力。水球跟上，打空位了。好，这一档还是金惠玲挡不住啊！各位观众，在2017年亚锦赛的女双决赛里面呢，虽然松友美佐纪跟高桥李华呢遇到了对手顽强的抵抗，不过第3局呢还是发挥了他们目前世界第一啊，还有他们这个长期合作的绝佳默契，是，所以是以2-1的局数啊打败了这一个韩国的金惠玲和刘海元这一个组合，不过他们也是表现很精彩啦，所以是请这个球评可以简短的来讲评一下针对这场比赛。是，这场比赛哈，其实尤其在第2局哈，还有第3局，确实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女子双打比赛。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后面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在金惠玲这边她出现的问题，她的这个攻击哈，攻得太多，而且哈大部分都是尽全力在攻击。对。整个这个位置被调动的时候啊，她的体力出现问题。最后他就是变成是最后在松友跟高桥李华攻击的目标，所以这个是他们今天最主要最大的失败，最大的原因。好，所以但真的以看内容来看，会退对这个排名比较落后的韩国队的组合会觉得很可惜，他们整个系列赛打的是非常的精彩，而且对手都难度都非常的高，甚至昨天准决赛还是打败中国的组合。那今天第2局原本有非常好的表现，防守一把罩，但第3局真的就好像气力放尽了，这个就比较可惜的地方。对，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哈，在松友跟高桥他们的防守比较黏，所以多拍的情形比较多，所以他的体力耗费的比较大。好，那我们也先请大家呢稍后片刻啊，在现场呢会进行女双的一个颁奖仪式，我们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转播现场。好，各位观众朋友呢，您现在收看呢是由 Eleven Sports Network 为大家呈现的2017年亚洲羽球锦标赛。在女子双打的冠军出炉之后呢，马上就进行赛后的一个颁奖仪式啊。
现在介绍的就是亚军，就刚刚苦战之后落败的金惠玲还有刘海元。那当然对日本的这对搭档来说，松友美佐纪还有高桥李华，这就是荣耀的时候啊，因为他们完成了连霸。所以如果你翻开了这个女双的这个赛程啊，这个一直以来在他们这对日本搭档出现之前，中国是对十连霸，是制霸的。所以这也我们刚刚在比赛的时候就讨论到，接下来中国他们其实自己也知道现在他们的女子羽球是出现了很严重的一个断层啊，是没错，他们自己都有心理准备，因为他们过去这不管是奥运甚至世锦赛常常空手而回，他们都有一个心理准备，甚至他们也在检讨他们的训练方式啊等等，可能都要做出修正，因为世界各国的强度越来越高。对，那现在颁发的是铜牌，铜牌呢有先颁给的就是韩国的张义娜还有李少熙，这原本是大会的第三种子啊，我昨天就是败给了头号种子高桥李华和松友美佐纪。那在中国这边呢，黄东平和李英辉这是拿到另外一面铜牌。好，在当然颁奖典礼啊，这个就是可以看得出现在羽球界的各个项目的这一个发展啊，还有谁是实力比较被看好的。但今天的这个比赛之后，我相信大家也会注意到是刘海元跟这个新的搭档啊金惠玲这边，他们也缴出了非常好的一个成绩，这是他们两个人搭档以来拿到的最好的一个成绩，是亚军了。是。好，不过当然更重要的是，在这场比赛颁奖典礼之后呢，这羽球迷也要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呢，就是男单的这个部分，是要由超级单林丹跟这个去年里约奥运的金牌得主陈龙形成了一个中国内战啊。那这场戏码想必应该不会太顺利，这个顺利指的是某一位球员可以直落二轻松过关，应该是不太可能啊。这两个都是超强球员啊，而且应该都是志在必得。哎呦哦，在自己家里面的这个比赛，那林丹呢过去曾经四度在亚锦赛封王，那成龙反而还没有在这个赛事拿过冠军啊，所以我想他对这个冠军的渴望也会非常的高啊。当然了哈，其实林丹哈还是需要再拿一个这个哈这个比赛的冠军，因为他最近的事情实在太多。哎呦，什么事？你说的是什么事？这个当然就是绯闻的事情嘛。那不是已经有几年了吗？不是，就是在去年的时候。但是不是已经被原谅了吗？当然啦啊，但是他毕竟来说，他在这个时候嘛，就是要拿出他更好的成绩来去证明他还是羽球的超级，就是要洗白就对了，要挽回一下形象就对了。对，那过去林丹跟成龙的这个交手啊，13次林丹还是略占上风啊，8胜5败。对，所以这个也会是非常瞩目的一个焦点。那当然更不能错过的一定就是这个男单结束之后，我们现在预计时间可能真的要到6点钟了，就是这差不多到6点钟才会进行的戴资颖还有山口茜的女单的冠军决赛。这个还是一再要提醒观众朋友，就必须要锁定转播来帮戴资颖加油，因为这个都是在帮台湾的体坛台湾的羽球界写记录的一个事情，不只是他个人，也是我们国家的荣誉啊，因为这都可以，没错，而且是非常有机会。不过当然也不能大意啊，因为山口茜也是近况非常好的一名选手啊。虽然戴资颖在今年的前面几轮的比赛，快的话24还26分钟，然后慢的话30几分钟就结束了。我们也是希望啊，但这是自己同胞嘛，当然要挺自己人啊，也会希望可以顺利的过关，因为戴资颖的这个实力目前现在已经得到全世界的肯定了，都大家都公认他在这个球后的这个宝座短期间之内可能还没有什么人可以威胁到他，没有，所以就看他可不可以一直长久的做下去了。好，那在这个女双的颁奖典礼之后呢，我们也要再请大家呢在稍后片刻，稍后呢在 Eleven Sports Network 为大家送上来的就是男子单打，要由超级单林丹来面对他的同胞，同样来自中国的成龙，
这也是两位顶尖选手的一个交战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在稍后片刻